一颗白痴如何成为一位大师，必须幼年丧母，颠沛流离，发现世外桃源，被各种毒打。这个莫卡诺，现在懂了吧？打他的女人的爹必须是世外高人，要学拳拜师。陈家拳不外传，不外传你怎么办？没学费，经历爱的伤痛，终于精神崩溃，面对强大的敌手，只有相信太极的力量。但当然动作场面也是必须的，群殴、萝莉、拍笑画面、亲嘴儿、高科技、爆炸、要啥有啥，梁家红、安吉拉、北鹏于晏、冯绍峰、舒淇、怪咖。9月28，不对，27。